请问庄氏，吕伯奢在吗？在。那就劳烦庄氏通禀一声，就说刺董失败的侵犯曹操前来拜访。孟德，如果提曹操的首级陷入京城，朝廷赏千金，封万户侯。孟德呀。对了，还有钟谋县令陈公台和曹操一起前来，如提陈公台的首级陷入京城。 朝廷赏50斤，禀我主，孟德呀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儿的地主吕伯奢是我父亲的结义兄弟，此人急功好义，绝不会卖友。相反，如果把底细直接告诉他，倒会引起他的敬重。难道你就如此信任这个吕伯奢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就是信不过我自个儿，也绝不会信不过吕伯奢。快开门！ 开门去！开门！侄儿啊，侄儿，伯父，侄儿，伯父，你是侄儿？是我呀，是我曹阿瞒呐！哎呀，苍天有眼，你还没死，真是太好了，真是你呀，太好了！你可知道，从州县到乡里，到处都贴着拿你的告示。 父亲举家避难到陈留去了，我是为你的安危日夜悬心呐。伯父，这位是钟谋县令陈公台，若不是他相救，侄儿早就粉身碎骨了。一世大恩，要是没你，阿瞒他就活不到今天了，受老夫一拜。哎，伯父，伯父高义，晚辈十分钦佩。 哎，走走走，回家去，走走走。哎，来人呐，在，赶紧杀猪宰羊，温酒设宴，把所有好吃的全拿出来。好嘞，太好了，伯父。我等饥寒交迫，已经两天都没有进食了。嘿，阿瞒呐，这就是你家，暂且住下，过了风头再走也不迟啊。吕伯啊，哎，家里没酒了，赶紧沽酒去啊。好嘞，到镇上沽好酒。好好好，伯父。 现在镇上到处都贴满了搜拿我们两个人的告示，要是万一他们有的人贪图赏金，岂不是给老伯惹祸吗？伯父，我等就不吃酒了，有碗饭充饥即可。哎呀，那哪成啊！你阿满是最好酒的，到我这儿来没有酒供你喝，那不成。沽酒，不叫他们去，我自己去。走走走走走，进屋进屋进屋，到我这儿来呀，没酒喝可不行。来来来来来。 快点，快去把毛驴给我牵过来！快点啊！好嘞，马上来。蒙德，蒙德，快醒醒！ 急功好义，你宁可不信自己，也不会不信吕伯奢吗？我是说过这话，可我还说过，人可以为了半斗两股卖友求荣，如今世风日下，人心难料。你是说吕伯奢到镇上去沽酒，趁机通风报信，找官兵来捉拿我们？断然如此。那可怎么办？事已至此，唯有一丝香槟杀出一条血路，方能脱身。杀。
杀。他们了，他们不是要杀我们，是要杀猪。孟德呀，你太多疑了，咱们错杀了好人，做下大恶了。哎呀，事已至此，悲叹何用？赶紧亡命吧，走吧。天风声太紧，官兵追索甚急，假如我们留下会给你带来祸患，所以我们还是走了为妙。那可不成啊，瞧啊，我把美酒都过来了，嘿嘿，家里正杀猪煮猪肉呢，今晚咱们呢是吃饱喝足，一醉方休，谁也不能走啊。你待着干嘛？赶快给我回家啊！哎呀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！啊，这大冷天的，你看你。蒙德
吕伯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是位义士啊！对，他还是你父亲的结义兄弟，是你的伯父。对，我们已经错杀了吕家十几口无辜的人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了吕伯奢？正因为已经错杀无辜了，所以必须要斩草除根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想，吕伯奢要是回到家里，看到一家十几口都被我们杀了。 他能不惊，不怒，能不带人来追杀吗？只有杀了他，才能永绝后患。你，曹武德呀，你受恩不报，你知错还杀，你还有半点忠义之心吗？夫人，无人负我。你说什么？宁肯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 什么？<laughs>